好了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森。我们今天走到特一厨市场，买了这么多红鱼啊，这大眼睛的鱼非常好吃。然后我们今天买了将近有十斤吧，啊，先掌握这个底槽根，这个根只有16、17才能抽的根啊。来，我去掌握吧，鱼货多多哈。过来把它盘掉啊，因为这个是底槽坑啊，不能撑到18哈，我们只能17过来冲，等下吧。两天后。1、2、3，我们已经开了一个半小时，到了这个底槽坑了啊，还不能赶上加水啊，我们现在马上开盘吧。敲干了，来了，都是鱼啊！哇，珍珠斑，第一次就抓不住了，珍珠斑，公的哈，很漂亮哈。这里还有黑鲷，放心。哇，包公，哇，是深度。哇，看见了，哇。两三斤，哎，这里，哦，又是珍珠斑，这条是母的哈，因为身上没有蓝色的鳍，一公一母。哇，串上来了，包公。这么小的19公，来，我们底槽坑就这边放生嘛，来，出去。鱼啊，好大，抓头，哦，哇，哇，哇，15斤啊，来了。喂，魔鬼鱼啊，哇，这里有个刺，哇，把它拔掉，哇，这个是很毒啊，不单单毒鱼之一。这里还有一只，哇，小小的，这个小小的刺不厉害啊，先拿回去。好，几斤包公串上来了吗？哇，来，继续。哎，哇，好多鱼，阿土哥。哎，这是什么？珍珠斑。来这里。黑钓，哎，看成一只大鱼的尾巴，哇，红骨就是很屌，好，2、3斤，哎，这里，哇，黑钓，哇，今天这个底槽坑半年没敲了，不错，哎，哇，这是什么鲨鱼啊？听说这种鲨鱼也很难吃啊。等一下不要，那就放生。哎，小狗子，又是这么小的抓一只，等一下一起放。哎，这里，哦，又抓了一只龙虾，把自己串出来。哎，不要跑啊！包公，哎，这里，哦，哦，有斑，桂鱼啊，来，2斤，这里还有一只，黑鲷，哎，这里又是八爪，哇，哦，这个洞里面藏了很多，藏龙卧虎啊。哎，还有，
出来。哦，一直往里面转。哎，哦，又是包公啊！再找一遍，还有什么东西啊？哦，爆土了。哦，这里有一只五星，这个五星不知道那个郑老板要不要？这个机构这里可能被臭了，先带着。哟，这里还是水水工，我们也放掉。来。没漏，哦哈，有漏，小螺哈，这里还有个，哇，椰子螺，这么小，哎，哦，青蟹，哎呦，这么大，哎呦，哇，哎呦，脚断掉一个，哇，这么大。应该六七两吧，哈，还是挺硬的，公的哈。来，阿伯土哪一个阿伯？先放进去，不管它会不会咬了啊，给它咬了。哎呦，这里还有一只。哦，抓！哇，这个半斤。啊，一对啊，来，哎，哦，还有只面包蟹，带走。这里还有一只，抽干了鱼就出来了。来，投篮，看我准不准。好了，我们摸了三四遍了，我们回家吧。阿波，我们去看一下鱼货。水拿过来，水拿过来。好，来，我们看一下鱼货啊，龙骨、包公、包公啊，包公，哎呦，黑鲷、龙骨、魔鬼鱼，哇，龙虾、珍珠斑、油桂，又是一只龙骨。蓝鱼。八爪，黑钓很多啊，还有主要青蟹，青蟹两只哈、啊，还有桂鱼啊，八爪，椰子螺，面包蟹，来，黑鱼，还有小狗鲨，来，我们小狗鲨跟这个拿去放生掉啊。因为这个不好吃，小狗鲨太小。来，放生，长大之后来去找你啊。好了，我们等一下回去把这个货真空包装一下，明天发给那个三明的郑老板哈。我们这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喜欢阿生侃侃的加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